个，我一个，我们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嗯，手放开，请让一下这位阿姨。阿姨，为你，是你啊。小宝，这里到处都是怪阿姨，以后一定要注意个人安全，听见没有？我们回家。菲儿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收到过那两张卡片，却给了一个怪阿姨。何总，这是我搜集和整理出秦音乐医生的所有资料。小宝跟这个秦医生两次的见面，你都是亲眼所见吗？我还第一次见小宝能和一个陌生人如此亲近，说实话挺奇怪的。包总是我最重要的甲方，他有权指定合作方，我就暂且信他一回。你怎么知道我家地址的？我看过你的简历啊。赶紧跑去报警。谁呀、啊、你谁呀、啊、来慢慢来。啊一个个闲的是不是？大晚上不睡觉的，来呀、啊谢了。嗯。你刚刚跑什么呀？见义勇为是每个公民的社会责任，你倒是好，掉头就跑。我做事情有我自己的原则，像刚才那样，事情还没搞清楚之前，我不会轻举妄动的。站住！跟我来。检查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了。把手给我。有点疼啊，忍一下。啊。很疼吗？当然没有。还男子汉呢。好了。这就处理完了？那我伤口感染了怎么办？
敢让人来找我呀？本小姐妙手回春，免费帮你解职。刚刚在巷口是我救了你，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，我们现在来共同探讨一下你的回报方式。多呢？多了没有？先手兵。幼稚。你还好吗？默默呢？哎呀，有点发烧哎，你吃药了吗？嗯，不吃药，我吃药今天就没有办法看诊了。我先喝点热水顶一下吧。姐，那个谁，他知道你感冒了，就所以，我马上处理掉。吃呗。哎，橘子又没做错什么。哎，你也吃。姐，嗯，你真的不去拿个感冒药啊？不需要，我对感冒药过敏，一吃就昏昏欲睡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吃了两片 VC 先顶着，应该能度过目前的难关。啊，好累。玉儿，我走了，我十点飞机出差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你记得吃药，有事给我电话啊，乖，拜拜。好累啊，浑身酸痛，还是泡个澡解解乏吧。好，请不要。小宝，在车里等着爸爸，我上去看一下秦医生。集中在了三个位置，六。清月，清月。